古力图小剧场。哇哦，永和 Bro 真的很辛苦哎。辛苦得很啊，他们停留在北投采矿将近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，又刚好碰上了梅雨季，路途中的船只也有遭受到风浪的破坏，这不止辛苦还很危险的好吗？看来我只能好好跟你的老朋友永和 Bro 学习一下了。